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林。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各种各样的职业。职业，什么叫做职业呢？林先跟大家普及一下吧。职业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你做的是什么工作，你做的是什么工作。比如像图片里面这些人。他们每个人做的工作都不一样哦，我们先一起看一看吧。首先，第一个图片里面，我们先看到的是，哦，这名女士她扎着头发，然后呢，她这里有个，其实呢，在中国呢，像这样的这个写字的这种板，书写板。我们通常是黑色的，所以我们叫做黑板。黑板，但是图片里面它这是绿色的，所以呢，这个职业叫做老师。老师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此时此刻我的职业也是老师，我的职业也是老师。所以大家可以叫我林老师。那我们再看一下，他是老师，他教的是什么科目？教的什么科目呢？哦，大家看一下，这里是方程式，方程式有一元一次方程式，还有一元哦。二元二次方程式，所以它教的是数学。所以我们在中国通常会说，他的职业是老师，他教的是数学。我们平时就叫他数学老师。今天数学老师给我们讲了方程如何解。那么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图片里面。第二个图片里面呢，这是一名女士，她是这样的短头发。我们平时会说这种头发发型叫做波波头。那她前面呢是一个摊位，摊位上面呢放了很多水果，比如这是苹果，这是香蕉。所以呢，她是卖水果的。卖水果的，所以他的职业呢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平时其实在中国，像这些，经营自己小生意的这种，我们都叫他老板。所以呢，我们没有特别限定说他是一个什么职业。总之，我们可以说他是卖水果的老板。水果店的老板，或者叫做水果摊老板。还有呢，像在中国的，这个苹果和香蕉呢，它的价格呢，大概是在像香蕉在零的城市里面，香蕉大概是，一斤是3块多人民币。苹果呢，大概一斤是5块多、6块多不等。这里说的都是人民币。好了，接着我们要看的是第三个职业。第三个职业呢，我们叫它司机。司机。那这里呢，我们一起看一下第三个职业和第四个职业。这两个职业呢，它其实是。同一个职业都统称为司机，只是他开的驾驶的车辆不一样。像第三个图片里面，他驾驶的是大巴车。大巴车呢，在中国驾驶大巴车需要有 B 照。B 照，那这个呢，它属于。出租车，也就是小轿车类，所以我们叫它出租车司机。它需要的汽车驾照是 C 照，所以两个职业的驾照是不一样的。还有，林再告诉大家一点，拥有 B 照的司机师傅
可以开小汽车，但是拥有 C 照的出租车司机不能开大巴车，明白了吗？也就是 B 照比 C 照更高级。那接着我要告诉大家的是，在中国呢，无论是开大巴车还是出租车，我们为了表示礼貌，通常会叫他师傅。师傅，麻烦你，走快一点，我赶时间。师傅，我到前面要下了，能停一下吗？明白了吗？好了，我们接着看第五个图片里面，第五个图片里面呢，因为这里呢是一个一个的流水线，而且这名男士呢，他戴着一个黄色的安全帽。通常像这种工作环境，一般情况下，这样的职业呢，我们叫他工人。确切一点说呢，因为它是流水线，所以我们叫它流水线工人。好了，我们看第六幅图片。第六幅图片呢，大家看一下，非常熟悉。这个人穿了背带裤，同时呢，这有一辆车子，显然是车子出了问题。车子出了问题要维修，我们通常需要叫维修工，维修工，他需要用到维修工具，像这个扳手啊、螺丝刀啊等等。比如说，像零手里拿的这个是螺丝刀，我们家也有好多修理工具，这个锤子。所以这个人的职业是维修工，维修工。我们看第七个图片里面。这个人呢，他用的是农具，还有呢，前面呢是一头牛在帮他拉。我们这个时候呢，通常他的职业呢是农民，农民。还有他现在在田里面，我们叫做耕地，或者叫犁地，耕地，犁地。因为牛帮他拉着这个工具来耕地，但是呢，其实在中国呢，好多地方呢，都使用上机械化的操作，很少用这个动物来拉，帮他去耕地。当然，也有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，因为这个土地的性质，就是土地的地域或者说土地的整个形态不太适合用机器，也会有一些这动物来帮忙犁地、耕地。还有在中国，大家也知道，中国呢属于产粮大国，所以对农民我们是非常尊敬的，尊敬的。鉴于此，我们通常称呼农民，尤其是男性，我们叫做农民伯伯。农民伯伯，大家记住了吗？好了，我们一起看第八个职业。第八个职业呢，它明显是在指挥交通，这里是哨子，所以我们叫它交通警察。交通警察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交通警察。第九个职业，我们看一下第九个职业，他手里拿了一个小锤子，还有这里有哦，还有这个，所以呢，他是法官，法官，也就是通常我们说像开庭，法院里的法官。接着我们看这个人，他手里拿着一杆枪，还有穿的军队的制服，所以我们叫他军人，或者有时候我们也叫当兵的。
军人或者是当兵的，或者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称呼，我们称呼他为兵哥哥，兵哥哥。接着呢，我们还要看的是这两个人，他是一个系统里面都是救助者，也就是救死扶伤的。比如像这个，因为他戴着这个护士帽，所以我们叫他护士，护士。这个呢，他脖子里面呢带有这个听诊器，所以他是医生，这名男士的职业是医生。还有我们看第十二个图片里面，他也是医生，这个时候就需要区分一下。因为这名医生呢，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工作场合，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是哪个科室的医生。但是这里呢，因为他在帮人看牙齿，看牙齿，所以我们叫他牙科医生，或者叫牙医。这是牙医，他的职业是牙医。好了，那这名女士呢，大家看这个帽子高高的，所以手里呢还拿着她的勺子和锅，就像您手里拿的哦，我有刀子和铲子。所以这个人他的职业是厨师，厨师。我们看这幅图片，也就是第十四号图片里面，这名男士他手里拿的是拖把还有桶，所以我们叫做保洁员，保洁员。那么第十五张图片里面，这名男士手里拿的有剪刀和梳子，另外呢他帮这名女士在理发，所以我们叫他理发师，理发师。这名女士她手里拿着一封信，还背着她的包，所以我们叫她邮递员，邮递员。那其实呢，现在呢，中国呢很多这个快递，所以呢而且很多快递呢也都是男士居多，我们通常会叫做快递小哥，快递小哥。这个图片里面这名男士，大家看这名男士年龄比较大了，所以他的头发呢，这上面头顶没有头发，我们叫他是秃顶。另外呢，他拿着尺子帮这名男士在量尺寸，所以他是裁缝，裁缝，也就是帮人定制衣服的，定制衣服的。那这名男士呢，他穿个黑色马甲，端着三杯饮料，我们叫他服务员，服务员。因为其实服务员呢，他的这个服务员呢，这个称呼呢，他其实是很多种类。比如说像这名男士，也就是冷饮店的，我们也叫服务员。那餐饮，也就是饭店的，我们也叫服务员。还有像一些这个卖衣服或者卖首饰啊，护肤品啊等等啊，有时候我们也叫服务员。总之其实在中国呢，很多时候只要是这种涉及到这种商业买卖类的，你需要去购买任何东西的时候呢，你都可以称呼这个商业中心里面的这工作人员为服务员。但是林要提醒大家，像看病、学校等等这些机构的不能这样称呼，懂了吗？好了，关于今天的这些职业呢，林就先跟大家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朋友们，拜拜。